叫川风拂面，啊，叫神龙摆尾。打开之后，距离你可以用尺量一下，它们之间都是一样的。还有凌波微步，咚咚咚。哇！还有飞龙在天，啊，面刷毛啊，这边装上字嘛。飞龙在天，啊，这一招叫鲤鱼跳龙门啊。可能就哥哥捡上去了，我们只要一秒钟就这里才打上来。哦，好好好，好的好的，哦，这招叫移花接木啊。移花接木。然后这里。哇。从这里打开。啊，嗯。最后一招叫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啊，你尝一尝。哇，真好。哇。